现在还没有进场的运动员，请抓紧时间进入比赛场地检录，比赛马上开始。 在比赛开始之前，提醒一下场内所有人员，请将手机调至静音或关闭状态。比赛期间，请保持赛场安静，场馆内禁止吸烟，拍照请关闭闪光灯，谢谢合作。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石家庄2019一带一路中式台球国际公开赛全国选拔赛的比赛现场。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第三阶段第41至48场、第57至64场的比赛。下面向大家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及运动员。一号台，裁判员刘东来，运动员。 羽龙海、张太义。三号台裁判员张兴禄，运动员雷伟民、王云。四号台裁判员贾淑琪，运动员王胜业、许爱佳。五号台裁判员傅中轩。 运动员李贺、陈立生。六号台裁判员张毅，运动员李冰、巴雅利俄。七号台裁判员范文涛，运动员王耕墨、李克。八号台裁判员张毅。 运动员张建刚、陈明，九号台裁判员王瑶瑶，运动员马红军、宗哲，十号台裁判员龙飞，运动员朝鲁门、米勒，11号台。 裁判员刘金浩，运动员于婷、包洪峰。12号台裁判员温龙，运动员王玉恒、刘闯。13号台裁判员刘欢，运动员楚秉杰、秦立文。 14号台裁判员徐锦言，运动员申重阳、杨帆。15号台裁判员王航，运动员赵云彪、杨少杰。TV2号台裁判员杜环玉，运动员唐春晓、于海涛。
TV 一号台裁判员孙树静，记录裁判员李智慧、韩文涛，运动员陈海成、赵汝亮。现在比赛开始。赵汝亮你好，陈海成你好，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预备，三、二、一，开始。 欢迎大家通过企鹅体育平台观看中国石家庄2019“一带一路”中式台球国际公开赛全国选拔赛最后阶段 TV 台的比赛直播。大家上午好，我是苏新元。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外星的张庆勇。全球总决赛，所以说我只好这样接了。也行。陈海成对阵赵汝亮。 本场比赛呢依旧是25局13胜啊，140分钟限时。那本阶段呢是两位选手的胜部的比赛啊。对的，赢球的一方呢进入到我们的10月8号的正赛，落败的一方在今天下午还有一场最后的败部复活赛。是的。 这角度不行，上去先把气叫了吧，是吧？上方这个缝隙里最难打，七号球先解决。本场比赛也很有看点啊，一个是。 本土作战的啊，就主场作战的陈海成，一个是刚刚在背靠背拿了双冠的赵汝亮，在近期时间是人气爆红的啊，还是有一点点向下角度啊。 但这球低杆是不好停啊，还是高杆轻推好了。如果能够避开啊，比如下低杆避开就叫中带啊，不然可以叫一个底带啊。还是不太好避开啊。看准度啊。 第二局，赵汝亮开球。
赵汝亮啊，00后，男子中式台球现在最火爆的球员，对，没有之一啊。嗯。十秒，延时。角度合适啊，这角度留的啊，嗯，舒服，刚好一 K 啊。今天咱们将进行两个时段的比赛，在下午呢，败部复活赛是下午的2点钟啊。嗯。哎，上来底带是失误了啊，没打进。截止到目前啊，晋级到我们正赛的球员呢，分别是张坤鹏、阿布拉江、河南的孙鹏、孙红瑞、郑宇博、啊郝天、陈双友，以及山东的刘颖。在昨天也是双胜啊，这几位球员。对，所以他们在今天就没有比赛了。5、4、3。今天比赛打完了，将产生咱们这个全国选拔赛的32强啊。对，正赛是10月8号啊。我们的正赛一共是35名中国球员，29名海外球员。算上本次全国选拔赛晋级的32强之外，在我们之前的河北石家庄本地的选拔赛冠军、亚军，以及之前的大学生选拔赛的冠军，对，32+2+1。35个中国球员。10秒。嗯，好球啊，这杆边框打进了。前面右边有一个进攻底带的中带，那个底带的一个球打扣了啊。这杆底带打得还不错，黄爷可以继续的再走个两扣啊。中带红三叫到位，可能还是觉得太薄啊，自己用低杆去控制走两库，力量上不太好去控制，所以说看来要选择换其他球。10秒。3号。不好啊，没交到。11号挡住黄一。中带看看这边啊，应该还能再去过渡一杆。但是小心这个白球撞完13之后啊，不要让13啊，不要让上方这个花色球再形成障碍。4轻推是有可能去顶 黑8的左边包边，如果能刚刚好轻轻撞到黑8左边包边往下一走，这黄一就是很轻松可以交到，而用低杆下来，你是最下方还是缝隙，也要控制啊。嗯，好球。
第二局赵汝亮胜，比分1-1。第三局，陈海成开局。左上角这一撞啊，也是帮忙了，有球下，现在那是看看定颜色，花球，整体来看啊，九号左下方也是没有被挡，整局的这个花色应该稍微好一点，单色呢左边有一个现在位置啊，白球左上二号，有一些离库边太近了。选单色，那上去看看角度怎么样？合适的话啊，带一些低杆打厚一点，左下用的多啊，杆法放低，力量放轻。算有一定效果啊。而且这时候看看四号球，黄衣下方肯定是有啊，四号右上角。现在不去进攻的话，后面再调啊。现在如果想打黄一，就一定要去尽量的交到六，而且要看他的想法。如果你是正顶十四，那角度就是最合适的。如果你低杆横台，这个白球还是有点向下，有可能打六还要去撞球。安全打法呢，就是不撞，直接低杆横台，六号肯定是有。但这角度看一下是一个什么方向啊？有一点点向左，低杆强行的往上交位，推轻了。三局，陈海成胜，比分2-1，开球请来。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54个国家。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第四局，赵汝亮开球。10秒，
反复的量这个白球的位置啊。低杆啊，横台。今天赵亮一上来，这个失误有点多呀，有点多。四盘球两杆啊，刚才是一个左中，啊，前面是一个右边底带 K 球没打进。这个对于咱们可以戏称啊，就新科状元的这个表现不算好啊。还好比赛刚开始啊，嗯，随着时间的这个发展。进入状态会慢慢好一些。到了这个阶段，我们比赛经常出现这种：第一个暂停之前，啊，一方大比分落后；对，暂停回来之后，当当当当当，马上反超。嗯。逆转的这个局面，在咱们的这两天比赛里边是经常出现。对。好，角度向下，而且这杆球看看。陈海成关于黄衣上的一个处理啊，嗯，本身是有单独推叫右下底带的，刮一下，好球，嗯，这个叫白轮向右，就还是想打黄衣打中带，就是想打这个离得最近的带口。跑出来啊，两脚，哎，这角度啊，看看红三有向下，黄一向下更多啊。打左边，黄衣这边如果角度是向上的，后面直接调底带就好了啊。还是想先打一，那打一这边是要轻轻的带一下黑八的啊。那你带黑八往下就越来越多，白球打红三就向上越来越多。也是。越简单越好啊！算来算去啊，就这个中带两个球之间加黑八，就是没调好位。我还是觉得刚才翘一下八比较合理啊。就是左边打，首先是这样的啊，就是他这个打法，左边中带打呢可以，但是用低杆去减速打，白球不会往下走太多。是啊。然后右边的中带呢，角度不会特别大，这时候低杆往外退一点，就不用再上去了。我觉得还是就是想的时候呢，没有想特别清楚，所以转来转去想了半天啊。第四局，赵汝亮胜，比分2-2。
第五局，陈海成开球。小赵带了一下球堆啊，嗯，角度上不算好啊，中袋再调吧，后面用这个黑八左边的十五号球刚好是两颗球反向的一个袋口啊，力量不是啊，这球打中袋太轻了啊。又到了三颗球，然后打完之后十四流向下角度，一定要尽量留比较直啊，这样往下推的时候可以推多一点。又多啊，嗯，角度不好，又多过了，又多，你就得顺着这条竖着的直线啊。往下大概如果可以的话推到这个摆球线顶端的附近，看看啊，还没进，那就别说了，第一步没完成，后面都是无用功。嗯，看一看啊，八号球左侧这个中袋有没有？没问题啊，往上多推一推。第五局，陈海成胜，比分3-2。第六局，赵汝亮开球。
单下打进啊，这颜色花球位置都是相当好啊，这盘球继续十二号低杆再往回拉啊，上面不要溜球，从中带再往下，因为这个次序是从上往下刚好合适的啊，以半台为标准，上面再往下走，底杆稍微低一点啊，这边因为十一不确认啊，哎，这么打的话，十一应该还是有下的，没问题，有下。这时候其实要考量好八号球叫哪个带了啊，用十号调还是用十五号调？十五号这边是很容易去调黑八左边中带的。左边中带的，对啊。就留哪颗啊？想清楚。角度呢，还是有向左边比较多啊。低杆横顶黄一，或者从下面啊，稍稍走两库，都可以啊。第六局，赵如亮胜，比分3-3，开球清台。金麦郎凉白开 ，CBA 联赛官方饮用水。第七局，陈海成开球。花泽就局面好啊。14调个9号，九号下来，10、11、15、8都可以啊，这些选择太多了。可以打10啊，推11、15上去，9号、8号。打得有点保守啊，这球打的。
直的话，低杆往回拉啊，有角度可以选择蹬杆往右侧啊，从右往左再回来，往回拉。第七局，陈海成胜，比分4-3，开球清台。第八局，赵汝亮开球。五号球还是有角度啊。好，这个角度带留一颗啊，对，上去直接走三了。从目前这个开放程度来看，这个八号的右边地带应该是相对比视野上能开放一点啊，就是用四号来去叫，叫左边肯定是单车道，哎，右边是双车道，没错啊。这个角度得小心啊。打一撞啊，对，可以上半边啊，能抓住赵汝亮这个失误。刚才赵汝亮那个
四号就吊带啊，也是因为叫位的时候角度叫了一个特别难受的一个角度。对，你要轻推的话是能打进，但是后边会有后孙座影响你进了八号球。他不是顺势自然向下的啊，他只能发力。他想他瞄的第一个点是中带上方那个天眼那儿啊，弹起来，但是这么近旁边有对方的球啊，白球落袋了。我觉得今天赵汝亮还是有点懵啊，早场之后选择起来，现在刚才跟张志说的是打得有些乱啊。对，陈海成虽然在一些选择上也会出现一些有走位上相对来讲粗糙一些的情况出现，但是相对比赵汝亮来讲，陈海成目前的表现要好一些。对，能感觉到明显两个人对于中八的或者说我们中式台球的这个套路啊思路理解上，赵汝亮肯定是好，不过这个成功率上，对，还有今天这个白球到位率上还是稍稍的有点，就感觉摸不着头脑一样啊，有点乱。李代，十一号能有单下吗？够啊，够。第八局，陈海成胜，比分5-3。谢谢。第九局，陈海成开球。开球失机。开球失机，十秒。选花球啊。
九号还是可以进攻啊，继续的利用低杆他顶库过来啊，叫到类似的这种角度，或者再叫直点啊，十四号。好球。小轻推一点点啊，十秒，延时。这个球打得不好啊，犯规。今天赵守亮这种叫位啊，这杆球又是没推过去，是啊，又犯规了啊，先叫位没叫到，然后这边把自己挡上了。并没有选择一个 K 球角度啊，还是摆了一个正常向左边去薄的位置。假动作十秒。哎，看来虚晃一枪啊。 A 计划不行，延时。 B 计划好像也要看一下 K 球效果啊。哎呦，又回来了啊。
有一 K， 好，黑八敲开，打到这个份儿上，这个六七之间 K 就可以先打了，对，就不用说非要留下七号球，到最后再过渡，对，六七打低杆上去二幺一，二一再往下叫黑八也是刚好非常顺啊。第九局，陈海成胜，比分6-3。官方暂停10分钟，10分钟内到判负一局。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54个国家。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老伯，追上啊！来呀！太平了吧？库性这么好？啊！追上啊！乔氏金腿追分神器，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源自英国百年手工制钢工艺，碳纤维纤脚，11.5毫米特制杆头，比九球杆更具准度，比斯诺克杆更易发力。波茨杆，我挚爱的武器。波茨杆，中式和中式把球。波茨杆，中式球杆开创者。九万级球器，中式八球领导者，乔氏荣誉出品。完美双轨设计，3年售后质保，抽10年使用寿命，售后保3年，人工省9万，厂家包安装。九万级球器，售后保3年，人工省9万。销售热线400-6060-147，转二。
暂停过后啊，看赵汝亮能不能够稳定一下这个心神啊，让自己再专注一下。对，在前九局赵汝亮确实有一些在走位上重大的失误啊，没错啊。所以陈海成这边要看的就是能不能把这口气憋住啊，稳住，乘胜追击。毕竟25局13胜，这个局数啊，并不算特别的长。嗯，只要你能够建立起一定的领先优势，对，稳定住自己的状态，嗯，在自己的一些比如开球局啊，去能够拿出分数，保住自己的开球局。本场比赛赢球的一方进入到正赛，落败的一方在下午2点还有最后一场败部的复活赛啊。敲一下十，嗯，好球啊！再来继续可以推进7号角红三，而单色的上方球啊，全是够打的，够打，二号也够打。就这儿稍稍有点碍事儿啊，12号球在手架这位置有点不舒服啊，有影响。台球看效果，嗯，再过渡吧，带个球啊。能打二先把二打了吧，嗯，用二走最后8号球不算一个太好的一个选择，因为本身这个黑八两边中带都是被挡住了啊，因为他对于近带的要求比较高，所谓的面小。嗯，下杆啊，利用低杆他左边边库呢，黑八可以叫反向的底带。这个黑八打的还是想的有点多啊，单纯的打进就好了，还带着一些 K 对方球的想法。对于赵汝亮来说，这局面就是正常啊，一颗一颗打就好了。再走看看角度，
争取可以叫同代啊。十号、十五号。不行就来回打，啊，中带球可以再过渡。反手打个中带啊，然后再用十五号向上，第十局赵汝亮胜，比分4-6。第十一局，陈海成开球。打进一颗定色，想清楚啊，如何过渡这个二七？简单的线路呢，七号球右下方啊是有下的，10秒，看他量的这条线啊，五球杆这条线会不会按照这个线路去走？但讲实话，这个现在六号球跟白球的这个角度，要想按照他刚才量的这条线过来去直接调七跟二，有难度啊！他要不要重新再调整？如果一号球左右两边中带都打不了的话，现在打一底带啊，下来调整七跟二。没有这么选啊。嗯。
我这边看看四号啊。嗯，这么蹬下来，力量调过来，再走，主要是七啊。对的，你现在是有机会可以借十号力啊，下低杆借十号力。你走开啊！没走开，保边能不能看到啊？这就是明显在低杆上控制，就是预判上的失误。嗯，他这个杆法，就是说，如果同样力度。但是杆法不要这么低，它是不会像现在它的对面库边那边推那么远。嗯，只能说是在这个十号球附近啊。但是准度好，给调回来了啊。对。避免像上一盘啊，患得患失的进攻，这就奔着打进就完了，不要想太多。陈海成胜，比分7-4。十二局，赵汝亮开球。下方黄一啊，这杆球呢，调四呢也可以走个两库啊，不用去，一定要想去顶哪颗啊。延时，还是顶了一杆，这球就单叫就好了嘛。看他这个架势，他也想钻个缝隙啊，力度去控制，钻个缝隙啊。
十秒。来看看解球，跟着三号来。哎呦，这球差点解禁啊！犯规。要不要摆个十五号？这边比如拿酒去刮一下。啊，两阵儿的话就是上手先打顶库，是，然后用十三向下高杆去刮四。这是。就看看这杆的 K 球效果了啊。中袋十号还有的薄啊，在白球向右的角度下来之后变小呢，是需要带一定的左塞高杆的。没敢用什么特殊杆法啊、嗯！我还期待着他摆出顶库之后，哎，避开，突然间有一个减速向 左,、啊、向左的一个变化。一看弹起来之后没赛，没事，那看你准度了。十二局，陈海成胜，比分8-4。第十三局，陈海成开球。
双方十二号的一个大反脚啊，发力不能太轻，看效果，看运气。嗯，还算可以啊，绷带可以继续的打进向下走。我就还能不能看到啊，如果实在不行，实在不行打实，对对吧，不用强求，这球这球有点小尴尬啊，打实呗，你最差上面九还可以再上去再下来，你到这个位置肯定不能按照既定思路去打了，看看啊。嗯，刚刚也是摇头啊，这一杆别别扭扭的教位把后面本来衔接球过渡球全都给用了，这样的话打起来会更难一些，因为是这个十号球不是最好去向左边过渡的，除非你是特别好的有一个钻二五缝隙的角度，本来留九是走八的，哎，再顶看看效果，可以，这算是救回来了。对，这杆球一个是带啊，另外有就是稳稳的去叫一杆吧，嗯，正常上底再打是吧？八号球左侧上去。哎，六多了，反正貌似有点多呀。哟，这个不好说，这个球从这个方向过来看的话，正常打的话还是差不多的，没问题。第十三局，陈海成胜，比分9-4，开球清单。第十四局，赵汝亮开球。开球失机。开球失机了。比分落后。自己冲球局又开球失机，嗯，而且这局面啊又不错，对，继续，雪上加霜啊，继续击打，单侧上方一个四啊，左边一个五号，花子球啊，现在上来看看右边底带有没有机会可以选颜色，还是单色啊，二号。
觉三号右下方不太够啊。嗯，但他叫这个位，你上方有个四、啊。七五这边如果一打了，用这个七叫四的最便利的位置。对。下底杆直接来吗？叫四，先稳妥一杆，不太会啊、嗯。然后看看这个六号呢，是个大角度，推两库可以叫同带啊，三六。我感觉这杆可能要来，嗯，看看啊。好，走多库上去叫四，好球啊！因为这方向正合适，对。最后逃下来，你看这个右边中带，一和三，对对对、啊，做一个衔接。哇，这也是真的给陈海成压迫到这个份儿上之后，选择一条线路，确实很漂亮，但是有风险，嗯、有风险，看着揪心，感觉每一杆都在走钢丝。角度也合适啊，就是轻推，较直红三一点，擦擦白球，控制控制节奏，这分拿下，比分到两位数。第十四局，陈海成胜，比分10-4。第十五局，陈海成盖球。仔细还是过来要去判断一下啊，打哪一组颜色啊？花色，九号一推，右边边控13向上啊。岩石。
先来下方十四号啊，先处理下方球，勾开，看看中带。五号球啊，这杆关键球、这是第一关，往右边上方还有个边库的第二关啊。先看这球啊，嗯，可以，好，先过一关，好嘞，十一号有角度向右上方啊，如果能够避开黄衣啊，第一杆挂一点点右塞啊，左塞啊，就往上较多一些。单纯现在打十，得留角度、啊。对，用十三向下叫这个缝隙里的右边下方十一号球也是相当难的。看你选择了啊。嗯。因为这个球是黄衣的位置很尴尬。对。没有的话，直接低杆带着这个左塞往上走多一些啊，就很好的容易去叫十三。但是我们现在得参考这个球员的心理啊。嗯。然后这个分数了，郑海成也得。稳妥着来啊！对，简化了一下局面。但是这杆黑八 K 的有点像左太多了。关键是角度啊！哎呦，刚才这一 K 黑八向左太多了，你这球现在打十三是不能定着，你定着黑八，刚才不 K， 是吧？还好打点，你这 K 完之后你得拉下来了，这杆。因为刚才裁判读秒了，五四三二一，所以他。没有太多时间考虑啊。确实，每一次比赛，每一场比赛打完了，球员们之间。然后我们在一块聊的时候，他们都会跟考试之后啊，同学们之间复盘一样。对、复盘的时候，大家说的都明白着呢，啊，清楚着呢，思路都好着呢。我一到场上，啊，那都没打进呢，哎呀，迷糊了。在极度冷静的状况下，平常心的状况下，所以想得特别清楚。对。但凡稍微有些压力啊，或者是因为一些，双方的博弈之间的这种。进攻与防守的制约就会有些变化了。嗯，因为我们现实赛啊，保证你在这个短时间之内做出一个最择优的选择，确实很考验球员们的经验、选择的能力、思考的这种速度，嗯，以及熟练度等等，还有综合方面的体验。平时练球就像做作业，每场比赛都是考试。十五局，赵汝亮胜，比分五比十。第十六局，赵汝亮开球。
标准的一杆啊，炸球，中袋线两颗，比赛时间已过半，白球停在这个球台中央附近。往上稍微多了一些啊，现在左边中袋是角度有点大啊，这个二三之间。右上角的袋口啊，低杆啊，发力，白球往下多走一些，中袋再调一杆吧。左下方底带啊，黄一打进低杆向左上走，叫左下。中三应该还是有一定向屏幕右边的角度啊，低杆放低啊，力量不用特别重，横向的去啊打一个拉杆啊，稍稍往右边多一点。然后看这个角度啊。往前轻推一下，打七再去叫八。第十六局，赵汝亮胜，比分6-10，开球清台。第十七局，陈海成开球。球打得真脆啊！啊，这中袋角度啊，发力打进。
但是下方还得有啊，还有难度球啊，是，实在不行你单叫没有特别好的位置，翻带也行，对，看个选择啊，位都是人走的。杆稍稍高了一些啊，十一虽然有的打，但是角度有点偏大啊。打中单，白球没出来啊，再拼看长台蠢度吧。看看是不是要挂十五号，绕出来，那出来单叫五号球，黄一肯定是有打啊，这边五号不确认。再调一杆，继续带第一杆啊，蹬两库。缝隙当中做到。这杆球拿捏好力道啊，还是要把这球啊争取他能不能帮进或者双下啊，五四延时，四号球看有没有打住啊，但是方向看的话应该是没打。
哎，哇，长台没打进。左边这十四呢，这角度也能薄一杆啊。翻带角度，可以啊。基本上这个球打一半发力啊，这杆球得有力啊，哎，轻打顺利点变大了，对，这杆球注意啊，不要贴库，好，第十七局，陈海成胜，比分11-6。第十八局，赵汝亮开球。低杆一敲，嗯，两边啊，左上方15先打，争取上方不要留球。哇塞，噔噔啊，这是啊，就是一顿踹，对啊，
猛登125呢，他这个量级感觉还没到，他是猛登20。嗯。官方暂停10分钟，10分钟内到判负一局。谢谢。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54个国家。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老伯，追上啊！来呀、啊！太平了吧？库性这么好？啊？追上啊！乔氏金腿追分神器，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源自英国百年手工制钢工艺，碳纤维纤脚，11.5毫米特制杆头，比九球杆更具准度，比斯诺克杆更易发力。波茨杆，我挚爱的武器。波茨杆，恭喜和中秋八球。波茨杆，波式球杆开创者。万级球器，中式八球领导者乔氏荣誉出品，完美双轨设计，3年售后质保，超10年使用寿命，售后保3年，人工省9万，厂家包安装。九万级球器，售后保3年，人工省9万。销售热线400-6060-147，转二。攻，你可以攻别人攻得彻底，你完成不了这次进攻的过程当中，如何能够牵制对方？和一号的终点进行连接，延长到白球平行的这条线上。下意识的很多选手都认为，哎，这个七号肯定就是这个带，其实不以为然。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19局，陈海成开球。
思来想去啊，还是选择花色，从下往上兜一下。对，嗯，有效果啊，看看白球位置。中袋是否还有能再打啊？再过渡。整盘里边这个十号球啊，虽然说稍稍边上解决了一颗，但是后面再进攻的时候还是要去调个比较细腻的位置啊。嗯。我现在打十号还有点薄，哎，我们在印象里，我忽然想到什么着，掘金里边。像这种球或者比十再往左一点包球，这梅林和这个波茨啊，这真的，我就知道您得说这个。哎，那俩，这俩是怪兽，嗯，怪兽，真的是怪兽，啊，这是小怪兽。确实啊，这种球确实打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啊。嗯，我昨天跟张指导在这个局见那也聊过这种关于职业球员对于这种逮口的这种敏锐性啊，准度是需要练啊，我们首先要承认，但是有那种天赋，对于这种角度逮口的这种感觉啊，这有的时候真是角度感，这真是天生的。对，那今天中袋薄了十一，后面可以利用下方的红三和五号球向上借力。嗯，首先是要来一个七号的准度，你得先拿球权啊。对，换六号了，看十五号有没有机会带一下，不带直接叫到边库再走啊，可以拿架杆啊。有点够啊，加上把啊，也是刚刚得到消息啊，楚炳杰，楚炳杰也是打进了我们正赛啊，嗯，恭喜他。在本次全国选拔赛，倒是在 TV 台上没看到咱们的这个临沂站冠军楚炳杰的身影，对，但是稍稍有一些小遗憾。嗯，我看看咱们到这个正赛阶段的时候，再看看他的表现。啊，这杆球中袋再薄一杆，感觉打中袋的时候薄了一点啊。嗯，因为今天的赵汝亮有点梦游啊，对，就是一上来就不够兴奋啊。对，然后前面频频的有像不难打的这种啊 K 球失误啊，中袋没打进啊，这种球啊，啊，陈海成看这个方向应该是说想去先防一杆啊，那就稍微有点远。十秒，就是在拼，要打上方六号球，四，做防守，叠十，之间再来回考虑。
哎，天赐良作。确实啊，这个球首先是看有没有下啊，因为现在下方的三二三四五啊全是支持进攻的啊。好，先准进一杆，黄怡有向下角度，七号不动，留着最后交一把，直接往右边或者中间来蹬啊。角度，角度，这个球就支持可以去从下方往上勾一杆啊，打四勾三。有二号，有五号啊。啊，好球！那这样的话就是一带打，中带过渡。这个打底带 K 边库球，让我想起了几年前我在这个北京后海的球房。嗯，哎呦，就这一杆 K 球练了一整宿是吧？是天天练，啊，摆一溜。K 什么？跟精神病似的。你听我说呀，啊，摆的时候啊，老板，哎呀，苏老师又来练球来了，又来 K 球来了啊，又来 K 球来了，啊，都打不进去。就是直接打的那个球，对，啊，左下方这颗啊，二号没打进去。然后红伞也没开出来，是这意思吧？是。哎呀，后来我跟他们说，这个是错误的示范、啊，这是一杆错误的示范啊，请不要效仿啊。但想起那一段，确实，打台球的像我们这样的爱好者啊，都有那一段执着期、沉迷期啊。嗯。本场比赛结束，陈海成握手了，哎，恭喜陈海成，恭喜、打进到我们的正赛，而赵汝亮的下午还有败部复活赛。对。那今天最后一场比赛是在下午的2点钟。我们2点再见，2点见。